我只是不愿意顺从他，却被他伤成这个样子。子鸿说，他打伤你，他都打不是这种人了。他变了，变得连你都认不出来。现在的韩若既邪恶又歹毒。是你不是要污蔑他？他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会不清楚啊。要是你，我看错你了。我把你当作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却这样对我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相信我？你什么都不用再说，我只相信我亲眼所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好好盯着你。要是你敢对韩诺再出手的话，我就不饶你。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，我们就跟他非亲非故的。还说我嘞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收人家的小丸子。而且要是你跟他正式交往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跟他非亲非故啦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我哪有胡说啊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这么晚才回家，是不是跟他？喂，这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害羞什么嘛？两情相悦，亲亲嘴有什么不对啊？奇怪了，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怎么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胳膊往外弯了？其实啊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啦，真心送你用的啊。看看你有没有一点睹物思人，无聊。说真的，我以前的确是蛮讨厌他的，但是经过这几次的相处之后，我发现他人蛮好的，又善良又有趣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跟他交往看看哦。你们在说谁跟谁交往？当然是依依姐咯，我可是很关心她未来的幸福哎。依依，你交男朋友啊？你别听小莫胡说，他乱掰的啦。我才没有乱掰呢，小镇哥，我跟你说，依依姐啊，现在正在跟莫非交往。莫非？你说是那个痞子吗？小郑哥，你干嘛在人家背后说人家是痞子啊？他不是痞子是什么？不务正业、油嘴滑舌的，一点都不适合依依。小梦，你没事不要害依依好不好？我才没有呢！依依姐你自己说，你跟莫非相处了一个晚上，应该很了解他吧？到底莫非是不是像小郑哥说的那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好了，不要净讲这些八卦，快去工作去。那我先去忙了。三十几岁的人呢，还送这种玩偶来骗女生，真不是羞耻。喂，长爱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莫非，请问依依在吗？依依她在外面加班，不在这里。不在就不在啊，干嘛那么凶啊？那请问依依几点钟下班？她什么时候下班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给我听好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来骚扰依依了。哇，我哪里得罪你啊？对啊，子强在家里没人照顾，我买东西给他吃。那要不带点水果去啊？不用了啦。哎，阿飞啊，你最近运气不太好哦，骑车的时候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嗯，我技术这么好，安了安了。对啊，干嘛？现在找我单挑？单挑也要给检讨肚子再说，我可是有备而来了。
现在去。嘿，这个豆干跟海带哦，是我新鲜从延吉街切的。嗯，哇，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嗯，来来来。哇，你是那么急，当兵啊？当兵哪有我惨啊？我现在在家里，整天只能跟蚊子说话，还有菜闷死在家里。有那么惨吗？还有更呛的，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过期的泡面，拉肚子拉拉，害我差一点脱岗。哎呦，我那么可怜啊！那姐姐没有饭准备吃的吗？我姐姐哦，她一早就去代班了，就没有办法帮我准备。喂。依依那么辛苦去代班是为了要帮你筹医药费，你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哦。我当然知道啊，那还要你说？知道就好。依依依依，叫我这么亲热，你想想我姐姐，这么可能？好装算了，你喜欢就去把它。哎。说曹就到，他不是今天加班吗？不要乱说话，要不然他会误会了。你怎么会来？哦，我今天没事，想说上来看看子祥，拿东西给他吃啊。姐，这菜很好吃，赶快过来吃啊。对，赶快吃，不然给这个臭小子吃掉。看起来好香哦。那。那现在你们吃饭好了，我去买水果。哎，我去就好了。姐，买水果我还可以喽。好，赶快吃。嗯。来，再吃一点。谢谢你来看子强，还带东西来，这些啊刚好都是子强爱吃的呢。真的吗？嗯。不要客气了，其实我也没事，所以我想说跟子祥多哈拉一下。你都是年轻人吗？年轻人？嗯，你好像不怎么年轻哦。哎，最重要是要一颗年轻的心，只要多跟像子祥这种青年级生打成一片的话，就可以充满活力哦。是啊，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醒来就是期盼子强还是像今天一样那么健康，那么活力十足。我真的好怕，好怕子强他。现在只能先一步走一步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爸妈，他们临终的时候特别交代我要好好的照顾子强，可是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他做。依依，你不要哭哦。我能开心的话我可以，可是我一看到眼泪我就不想要怎么办。你可以不要哭啊。对不起，情绪有点失控，你别见怪。没关系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想太多了，吃东西吧。阿静，阿静，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马上到。关注我，他现在回藏铺，请示主人，你要怎么处置我？
信我是不够的，你快去找老白来，快一点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去找。你先别急，我马上找老白来。就上当，有你帮我缠住老梅，我就轻松多了。吴凡，子强，你没事吧？你休息一下，叫我来捡。没事，不要紧。来来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一定要把那条项链给除掉。莫贝哥，你那条项链很漂亮，去哪里买的？这条啊，是一个客人进来典当的，说什么要保平安呢？那正好，最近我常遇到倒霉的事情。顾林把他借给我，让我挡挡煞。子强，这是人家用来保平安的，怎么可以随便借人呢？没关系，我从来都很平安。你喜欢？那项链被韩诺比除去了，他该不会今晚就要对莫菲动手吧？事情要找你，高寒叫你有事，快去吧。来不及了，你跟我去救韩诺。阿青，你到底要我说几次你才能明白呢？高寒他不会把韩诺关起来的，是韩诺在骗你啊，他才是当铺的老板。怎么可能？他说怎么可能会骗我？老白，你在吗？赶快去救莫菲啊！走。
他只是个平凡人，放过他。我绝对不容许有一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活在这个世上。就算杀了他，他还是可以投胎转世的。他转世几次，我就再杀他几次。韩诺，是我昨天认识的老板。你是魔鬼！韩诺，他要的是灵魂，不是要你毁了他。知道韩诺的为人了吧？知道也好，免得以后又被利用。如果你早一点知道的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
害我被他耍得团团转。真是的，我一直期待能够再见到的人，想要被你治疗。韩都的灵魂一分为二，善良的因子都跑到莫非的身上，剩下的卑劣的邪恶的因子全部在韩诺那边。照你这么说，现在这个韩诺岂不是变得极邪恶的魔鬼了？我也是今天跟韩诺交手之后我才知道，邪恶聚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为了救莫非，我必须使出非常手段。我只看见你把韩诺推向了莫非，你的用意是？我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互相的渗透，让莫非善良的因子能够影响到韩诺，换回他善良的一面。原来这就是你的非常手段啊！你说莫非可以影响到韩诺，岂不是韩诺也影响到莫非了？电视剧吗？那两个女的怎么那么面熟？还有那个男的
长得好帅哦，简直跟我一样。高海，你这个叛徒！就是和我作对的代价。房子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庭院，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，他是个有着双大眼睛的男孩。而你在我的梦里总是笑得好甜蜜，好幸福，而我只是一个梦而已。哎呦，这不只是一个梦，这个梦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做心动，让我强烈想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受。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但是你的梦真的跟我无关。子乔他快醒了，你赶快走吧。不管他是不是一个梦，现在我只知道我还想要疼爱你，照顾你，像他梦里面一样，让你开心，让你幸福。
幸福。好吧，不管这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现在只知道我很爱你，我很需要你，真的，我不想听，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店里那些女人都一样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根本就没有跟那些女人怎么样。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，请你离开。依依，难道不相信我是真心的吗？如果这样站长没真心的话，那没真心来的太容易了吧？依依，依依，真心的，依依。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意思啊？老是说一些什么前世今生啊之类的话。你开始在看这本书了，你相信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满脑子都是出现一些画面，连做梦也是，搞得我没办法睡觉。什么样的画面？我满脑子都是依依，那些片段太真实了，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。还有你，你偶尔也会出现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客厅的好。
刚刚说莫非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好得很，而且啊，他开始对上辈子的事情有所记忆咯。他还说他很在乎依依呢。所以我想，这次韩诺跟莫非的灵魂融合，多多少少对莫非有帮助的。希望韩诺能够产生一些善心。我也希望这样啊。看到韩诺现在变得那么坏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也希望这次的灵魂融合对他也有用，让韩诺啊赶快变回以前的韩诺。要让他转性啊，恐怕还言之过早。你不要太过热心了，自己要小心一些。我要小心，为什么？你和韩诺有百多年的情谊，很容易让你感情用事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之前你会被利用的原因。我明白，是我自己太笨太傻，才会上他的当，而且还害了高寒。要自责，要小心行事。现在想，高寒他怎么了？他回去之后，不晓得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哎。希望高寒能够熬过来。只是韩诺一定会盯上莫非，让他典当灵魂。我们一定要小心莫非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让莫非走进八号当铺的。想起这件事了，韩诺，你在做什么？主人，我要你去取莫非的灵魂，不是要你置他于死地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对不起，主人，都怪我一时冲动。可是，我向您保证，这件事绝不会再发生。这件事对我也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哼，这影响你还能控制吗？刚才你手里拿着玉佩，心里在想些什么？我爱情很窄，是